林秋芝女士是一个非常好的钢琴家，也是大键琴家。他对音乐有非常高的这个领悟力跟敏锐的音乐感。技巧精湛，音色纯美，听了令人感动难忘。而欧洲的人文素养背景让他总是自然流露出美好的气质。对大键琴，对钢琴都有很深的造诣，琴艺啊非常非常让我敬佩。他可以说得上是在键盘乐器方面的权威人士。Thank you.
我觉得音乐的交流事实上就是心灵的交汇。2018德国大师国际音乐营呢，就是希望给各位优秀的青年人才打开一扇门。我长期在维也纳，维也纳是音乐之都，我在维也纳钻研琴艺，看到音乐家看过的山水，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更能深刻体会到他们创作的心灵、美的思想和感人的生命力。音乐之父巴赫曾经写过一段有关音乐诠释的话，Auf richtige Anleitung， 其中内容包括了正确美好的触键，喜爱弹琴的真心的力量，还有吟唱和发挥乐曲生命力的技巧。这段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在我的演奏经验中，我觉得这段话是非常实用，而且是永恒的真理。我在 Innsbruck 接触了大键琴之后，对 Bach 的作品有着豁然开朗的了解。
钢琴家 Horowitz 和 Glenn Gould 都曾说过，对大键琴作品的研究增加他们演奏钢琴作品的轻盈、生动与精致度。秋子女士呢，在德奥呢留学了16年，所以她对这个除了钢琴有很深的造诣以外，这个对大键琴这么难的、这么古典的乐器啊，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听到了她非常熟练的、高超的这个大键琴的这个技术，这个。琴艺啊，非常非常让我敬佩。林秋芝女士是一个非常好的钢琴家，也是大键琴家，因为她在国外十几年的下的功夫，她的底子是相当相当的深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场音乐会里边他同时演出两个乐器，以大键琴与钢琴独奏会的方式来演出，那上半场是大键琴，下半场是钢琴，这样子演出的方式啊，这个国际上都少见的啊，以这个方式我觉得很难得，非常难得的。我常常有荣幸去参加林秋芝教授的音乐会，聆听他优美的钢琴演奏，深深觉得他除了具备音乐家所必须有的丰富生命力及热忱之外，他有特别的天赋及优美的气质，能够对乐曲的精髓、风格及背景做最佳的诠释。林教授平常就对音乐理论及钢琴表达技巧下了非常深的苦功研究，因此演奏时技巧精湛，音色纯美，听了令人感动难忘。Beziehung hat sich auch innerhalb dieser Zeit sehr vertieft. Wir mochten uns und schätzen uns sehr, sehr. Und so war sie eine treue Studentin später, die auch Professorin geworden ist, was ich natürlich sehr stolz bin. Und deswegen, dieses Schumann-Konzert von ihr habe ich große Erinnerung, habe ihr auch vor kurzem ihre CD geschickt. Ich habe sie leider umgespielt und ich hoffe, dass sie bald eine Freude haben wird. Das war nämlich ein Genuss.Dann persönlichkeitmäßig, sie war immer eine feine Dame. Anekdoten, wir haben ja, das waren die Proben für Schumann-Konzert und wir hatten das natürlich total ausgefeilt und schön musikalisch gestaltet und der Dirigent war sehr gut, ich weiß nicht wie der hieß, fast wie Knappenbusch. Sehr viel Gefühl für andere Menschen, sehr viel Gedanken macht sie sich auch für die anderen und ihre Eigenschaften sind sowieso multi.Sie interessiert sich für Bach, sie spielt Cembalo, sie spielt auch wunderbar Klavier. Sie unterrichtet auch hervorragend. Ich habe auch ein paar Schüler, Studenten von ihr gehabt in diesem Kurs, wo man nur staunen kann. Was soll man dazu sagen? Sie soll so bleiben, wie sie ist, mit so viel Herz und so viel Feinfühligkeit, die ich immer bei ihr schätze.Thank you.
的演出我觉得跟一般的这个演奏家不同的就是说，他对于他曲目的一个挑选他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非常着重这个东方跟西方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融合，所以在他的演奏的现场听他演奏啊，感觉特别的有特色。他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在钢琴以及大练琴方面都有这么深厚的一个造诣，所以他可以说得上是在键盘乐器方面的权威人士。在钢琴演奏之外，其实他对音乐理论跟作曲的技巧基础的磨练的相当的扎实，所以当他在演奏的时候，在诠释乐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他是既理性也有感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是跟一般的钢琴家只有演奏这个外国的作品，他几乎是在每一场的音乐会呢都有安排国人作品。我想为什么这样做，我想他对自己的音乐文化呢是相当重视，就是非常难得的。希望他有一天他可以把他精彩的琴艺带到中国去，让我们中国有更多的爱乐者也来听一听。
老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音乐家，在音乐的发展上非常的专注，而欧洲的人文素养背景让他总是自然流露出美好的气质。当然，这份美好的气质背后是一份非常丰厚的艺文内涵。对于人才的培育方面嘛，他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于下一代尽心尽力的培养。我在奥地利与台湾一直积极地培养人才。1994年，我创办了琴雅音乐集，提供给热心学习且爱好弹琴的年轻人一个展现才华的舞台。在2008年，我与台湾大学艺文中心共同举办了德国大师国际音乐营，邀请三位德国大师，一位是慕尼黑音乐大学的校长 Dr. Siegfried Mauser， 另一位是知名的钢琴家 Claude Franz Jones， 还有知名的声乐家 Professor Ingrid Kremlin， 三位大师到台湾来指导台湾一些精英的音乐好手，来帮助他们有所提升，给爱乐的年轻人一个舞台，就如给他们一片天空，让他们自然翱翔在其中，透过学习与锻炼自然的成长。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音乐人，他也是一个文化人，因为他也非常着重自己的涵养的不断的一个提升，也非常重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难得的一点。2001年的时候，我到德国莱比锡做巴赫作品的研究，之后就写成了《巴赫六首键盘组曲研究与诠释》这本书。巴赫的作品一直是我内心非常喜欢的作品，所以也很乐意要把研究巴赫的心得透过演奏与著作跟大家分享。巴赫的精神力量非常的丰富，创意也是非常令人惊叹的，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本书的研究心得，让大家窥见它有多丰富与伟大，进而激发出自己的潜能与创造的力量。音乐终究是超越国界，单纯的活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除了诠释西方伟大经典的作品，我更愿意把华人优秀的作品
推广给全世界爱乐的朋友们。我深信东西方可贵的人文精神透过音乐相通相融，会汇整成一股新的力量，一股让世界安定和谐的力量。